潘 Lovely 兹出生的美珠近期活跃于各大综艺，而近日她也惊喜现踪台北街头，引起热议。只见美珠11日在个人 IG 上传了多张旅游照，其中包含了牛肉面、红油抄手以及和台北101的合照，让台湾粉丝惊讶，直呼美珠竟然在台湾，难怪觉得这些地方看起来很眼熟，欢迎来台湾呐，美珠。有趣的是，她在旅游的过程中疑似逛街逛到精疲力尽，在现实动态搞笑发文：“我不行了，老师你先走，现在到极限了。”让粉丝看了纷纷笑翻。